我们家三口人，住在上辈人留下的远郊的老房子里。我们不想过美好的生活吗？我们想做梦都想。可是我们没有钱，我们家也需要钱呀。你以为认识了一个人，你跟他好了，他们家的东西就都成你的了？所以。 今天我约你来，我是要清清楚楚的告诉你：第一，借我们家的钱立马给我还回来；第二，离我姑娘远一点，我不希望看到你再纠缠她。如果你再纠缠下去的话，我就跟你不客气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季皇，季皇，妈，您今天真是太无理取闹了。 是，那宝石是珍贵，但再贵能贵过人命吗？钱是用来救急的，明年肯定会还的。妈，我不管您愿不愿意，我爱季皇，我要和他在一起。等恋爱时机成熟了，我们就结婚。不管您再怎么闹，再怎么管，再怎么不愿意也没用。您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对您未来的女婿吧。你再说一遍，现在就算他跳起来给你打颗子弹，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初衷。你要是敢嫁给他。 我就死给你看！哎呀，你也别跟你妈这么说话呀，不能太任性了。爸，我真是任性吗？我已经很讲道理了。刚才季老师被妈说成那样了，她一点火都没有发，一句话都没说呢，人家更有修养了吧？妈，你今天真的是无理取闹，无事生非了。还有爸，您也是，您都听见妈说的全是错的，您还非得站在她那边。 你们到底是怎么了呀？你们是老糊涂了吗？人家季皇的妈妈已经病得很严重了，现在就算是一个路人也会同情她的。你们不帮忙也就算了，还要这样说她，我不相信我有这样无情无义的父母。哎，你妈不是这意思啊！我怎么不是这意思了？我就这意思。帮人他也得让我愿意，我现在不愿意。彩虹，别说了。 爸，妈，你们的意思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了。我现在也向你们表明我的态度。我和彩虹坚决要和季皇在一起。妈，您要是觉得您的招有用，您尽管过来拆，看您拆不拆得散。你敢？季皇，你给我滚！我根本不想看见你。从今以后，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，给我滚！哎呀，你妈！ 老师，对不起，没事，阿姨，叔叔，你们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，那个钱我肯定会还。 但关于彩虹跟我的事情，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们一点空间。何彩虹，我和你爸养育了你20多年，你扪心自问一下，摸着良心说，我们有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？我们这个家，我们有没有指望你对他来做点什么？行。 我今天就让你当着这个季皇的面做个选择，你可以跟他走，但是你走出这个家门之后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从此我不是你妈，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季皇，我就不信了。 我含辛茹苦20多年养大的闺女，就不及你认识她几个月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母爱伟大，还是你的爱情伟大？是，你比我读书多，比我有学问，你比我说话煽动力强多了。但是就此，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就可以代表一个母亲对她女儿的了解，那我觉得你太狂妄。 太自大了，你，何彩虹，你选择吧。
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？他们是我的父母，他们就是普通人，内心不好。他们从小养育我到大，他们真的很疼很疼我。在婚姻这件事上，我在乎他们的感受，也需要他们的祝福。我尊重你的决定，我以后不会再来打扰你。阿姨，叔叔，对不起，打扰。金华，金华。在一起吧，我真的很爱他。或许我们以后是没有太多钱，一时半会儿也不能给你们买市区大房子，但是我们肯定会努力照顾好这个家，会努力孝敬你们的。妈妈，我也知道你真是为我好，可是，可是。你忍心看着女儿不幸福吗？傻孩子，妈是过来人，你相信妈的话没错的。妈不是不在乎你的幸福，妈就是因为太在乎你的幸福了，才会这么做的。我不愿意让你像韩青那样，开始甜甜蜜蜜，然后鬼哭狼嚎，在后面大打出手。妈怕你重蹈别人的覆辙，重演别人的悲剧。傻闺女啊，人生苦短，抽身太难了。真到那个时候，妈就是想帮你，你都是人家的人了。妈想解救你出苦海都来不及了，所以有些时候，有些情况你千万不能踏进去，有些人你千万不能爱。唉，每个人啊，都会对自己的未来担心，可是回避不了的结局，最好就不要有开始。记住了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回去睡一觉，把这个人彻底忘了吧。妈知道你跟他有感情，断了会难过，但是长痛不如短痛。相信妈，你的决定是对的。哎，彩虹。明珠，今天这个事儿吧，我觉得你是有点过分。哎，这季老师毕竟是救自己的妈妈。哎，你反过来想，如果他是你的儿子，肯为你做出这一切，你是不是觉得心里挺满足的？季老师孝顺，咱们彩虹善良，借点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？你看你这大呼小叫的，弄得跟苦大仇深、不共戴天似的，这不至于吧？行了，你好意思说啊，何大陆，咱们家现在什么情况你不了解啊？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房子没了，啊，祖传的家宝也没了。哦，要是彩虹嫁给季皇的话，那就彻底全没了，还得倒贴，你知不知道？
到时候弄得女婿三天两头找你借钱，你是借呀还是不借呀？你要是不借，不近人情；你要是借，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何大陆，你到底怎么想的呀？这个家你是一家之主，哎，你不强势也就算了，我硬气一点，我要是再摊下去，那咱家姑娘不是被人宰了，插两根筷子直接送供台上当祭品啊？你怎么想的？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呀你啊？马上过来。帮你，我去趟医院就好了。你直接回家吧，不要回来了。你伤口这么深，要缝针的。没事，帮我处理一下。谢师傅，哎，帮我顶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好的，来了。小夏，哎，身材再高一点。好。季师傅，你的手又出血了，用这个包一下。谢谢啊。哎，季师傅，你有空吗？一起走走聊聊。嗯，好。今天是我妈的忌日，这几年我忙着工作读书，忙着挣钱，已经忘记她了。最近我经常想起我的父辈，他们是在苦难中长大的，贫穷困苦，颠沛流离，在人群之中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，没有人疼过他们，
他们也不大会疼孩子。唯一疼过我的，就是我妈。她去世得很早，很简单的病，打几针就会好的。我爸为了省钱，就叫她挺一挺。她也怕花钱，就挺着，一直挺着。后来，人就这么走了，就在我的眼皮底下。我永远忘不了他走之前的样子，他那个眼神，不是可怜，不是悲伤，也不是怨恨，就是无奈，无穷无尽的无奈，仿佛他知道这就是他自己的命运，完全没有办法挣扎，只有无条件的接受。我比你幸运，我爸是个矿工，还是一个不错的木匠，用木头给我做过好多小玩具。他跟我妈是天底下最恩爱的夫妻，我有一个很幸福的童年。你爸今年多大年纪啊？如果还活着的话，快60了。啊，他死于矿难，我12岁那年。抱歉啊。所以你就拼命的读书，拼命的用功，只是为了要离开那个地方。对啊。事情都过了这么久，家里所有人都学会了接受现实，但每次到深夜，当我想起那黑沉沉的矿山，想着父亲尸骨无存，那滋味很是凄凉。你家在哪儿？中壁。好地方，山多水美。来，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去同学家玩，哇，他家可美了，在他家的沙发上有一个毛茸茸的抱枕，蓬松蓬松的，可软可舒服了。我那个时候就命令我自己，每天都要洗冷水澡，每天都必须要用冷水浇一下自己，提醒自己需要时刻保持清醒，还有必须要努力。哎，对了，你跟彩虹谈恋爱，她妈妈没有为难你吧？为难了？很难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兄弟，何彩虹这个人还算是好说话，但她这个妈呀，偏见超多，尤其是对外乡人有偏见。以前我跟韩青好的时候啊，她有事没事就去找韩青的爸妈出主意来拆散我们，搞得我们差点都要分手了。哎，兄弟啊，你能不能跟她继续走下去？我个人是持非常强烈的怀疑态度。悠着点，别用情太深，否则到你要抽出来的时候啊，很痛苦的。那你们是怎么顺利的？说到底呢，这个事情的关键还是在你女人向着谁。韩青她是铁了心的要跟着我的，就跟她爸妈闹翻了，再后来孩子有了，肚子大了，她爸妈就没办法了。
两篇稿子我都看了。丽丽，你的文笔进步很快，让我吃惊。看得出你一定做了很大的努力。韩青，你的文笔有股天然的韵味，不费力气也不着痕迹，我非常喜欢。安主也同意我的看法，所以这次采用韩青的这篇。但丽丽策划有功，专访是你提供的，所以你们两个共同署名，丽丽署在前面。嗯。就这么做。好。Andrew。Amber。这个写好了。好。谢谢啊。还说你们没有暧昧，是信。喂，阿庆，深圳的合同那边已经盖好公章了。真的？这么快就搞定了？是啊，我托老姜在那边给我们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。哎，你辞职的事赶紧跟你们老总提啊。好歹也让我拿到这个月的工资吧。那也行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就这样。小夏，迟到五分钟啊，赶紧洗手切洋葱去，蘑菇汤还等着下料呢。我是来辞职的。辞职？才干多久就要辞职啊？因为我不想干了。留一套就可以了。好，你先下去吧。哟，夏师傅，交好了？差不多了。哎。现在虽然不忙，你也不能在这儿休息啊。我们后面更衣室不是有椅子吗？我是来吃饭的。吃饭啊？我们后面的免费工作餐不是有吗？你跑这儿吃饭来了？那是大锅菜。哼，夏师傅，你这是中大奖了吧？这儿的菜可是有点小贵哦。没事，先来瓶香槟，快点啊。哎，老范，最近怎么样？订单接到手软了吧？哪里哪里，谈不上什么高就，就在《城市快报》谋了个职，编辑部主任。哎呀，恭喜什么？搬家挺麻烦的，限行，可以啊，去哪吃？啊，有空有空，我记下来了啊，到时候见。哎，对了，来个香煎鹅肝，焦糖奶油布丁。好的，您还有其他的需要吗？先这样，到时候我再点。好的。哎，叔叔，季红啊，你怎么会来这边？这不是彩虹说你在这上班，我过来看看你。过来坐一下吧。哎，不了不了。叔叔今天过来是特意向你赔不是的。哈，叔叔知道你这孩子又孝顺又懂事又有上进心。啊，那天你阿姨确实是在气头上。所以说话这分寸呢，也确实过了点儿，难为你了，孩子。彩虹跟你分手，他心里边也挺难过的。我这当爹的，看在心里边也挺心疼他。哎，你看，这儿呢有两盒西洋参，这是别人送我的。我也没舍得喝，就送给你妈吧，啊！
叔叔，我不能要。哎，不，你看，这人动了手术以后啊，得需要好好的补补啊，让你妈回头手术以后啊，好好调养调养啊。谢谢。你看，你跟彩虹又是同行，又是同事，将来还可以成为好朋友啊，也可以成为学术上的合作伙伴。千万别因为这事儿弄得反目成仇，不互相往来啊。嗯。啊。哎，你这手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切菜的时候不小心被刀划了一下。哎呦，真的可得小心呐。哎，这样，你看这是叔叔的电话号码。回头你要需要搬个什么东西啊，用个车啥的，然后你妈来江州需要接送，你就给叔叔打电话啊，千万别客气啊。啊，叔叔是免费的。啊，谢谢。啊，季老师，叔叔看好你，你会有大出息的。啊，我，那你忙吧，我就走了。嗯。再见。哎，大哥啊，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不贪心呢？不贪，谁不想自己的女儿嫁户好人家，过上好日子？就是，但我想啊，我女儿现在心里一定难过极了，她的内心不知道怎么埋怨我呢。还有她爸爸，你知道他说我什么？总是够得太长，专去够那些我够不着的东西。哎呀，人生总有一个目标，不管你的手够不够得着，都要手伸得越高越高越高越好。就是啊，人往高处走嘛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哎，听说彩虹现在那个男朋友就挺好的。好什么？他就是再好，我也不愿意让女儿到他家去过那个苦日子。季老师，你找我啊？嗯，这个还给你。不，这个你拿着。我知道，那天傍晚是我错了，是我。我妈这个人吧，你跟她硬碰硬，她就跟你杠到底。我理解，季华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好好的劝我妈。我们之间冷静一下也好。冷静？你说冷静是什么意思？分开一段时间。你是说分手？是的。金黄，你知道我的态度的，现在不是我的问题，是我妈妈她的问题。明明你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，为什么偏让你妈来帮你决定呢？我没有办法辜负她对我的养育之恩。养育之恩，并不等于全部服从。
彩虹，彩虹，怎么了？你们又吵架了？哎，瞧你这眼睛肿的，什么事儿哭成这样啊？你妈又说你了？哎呦，石阿姨给我打的电话，她不放心你，特意让我过来看看你。季华跟你发脾气了，生气了？你们两个分手了？哎，有什么事儿你倒是跟我说一下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啊，别生气了，走，找个地儿带你娱乐娱乐，开心开心。走走走，啊，有什么事儿你要跟我说呀？你知道我多担心吗？你知道阿姨给我打电话我多着急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？有我在呢。把感情在心里封存，怕你要的幸福我不能胜任，所以我习惯用怀疑的口吻提醒自己别陷太深。爱是我拥有的最好身份，好吃。哎，你别看它无色无味的，味道一级棒。这就对了，你看有点颜色，感觉整个饭都变得好吃了呢。那我们交换吧。好。行了，差不多得了，小心把自己憋死。我行，你哭吧，我来给你撕个洞，我透个气啊，你透个气。哎，你现在特别像那个什么党，哎，你要不要看一下啊？哎，对，我喝一杯。酒我就不喝了，我就喝果汁，我开车。再说了，你真的喝多了，这万一闹事儿、撒泼打滚了，我还得照顾你。来，怎么样，我心细吧？啊，是个负责任的好男人吧？我就不明白了，刚刚攀岩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一到这儿又哭起来了？刚刚 Andrew 在那儿呢，我要一哭，他不得笑我喂啊！谢谢啊。那就是，当我是自己人了啊。行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我今天让你哭个痛快，好吧？哎，东林。哎，冬雨，带彩虹过来玩的。啊，对，我们要去唱歌，要不要一起去？哦，我就不去了，我还要跟彩虹聊点事情。啊，你们去吧。嗯，啊。冬雨。嗯。帮我跟丽丽问好。嗯，好的。才这就是那五万块钱呢、啊、这会儿人家彩虹啊，不知道心里有多难过呢。真的，咱不能对孩子这样，
那天你说的那些话句句戳人心窝子。人家的亲妈病了，你说找咱借点钱救个急，也没干啥犯法的事儿，怎么了？好人谁不想当啊？但你别忘了咱家的现况，咱们还欠着人家银行的一屁股债呢，到时候拿什么还呢？咱们一家人睡大街去，你到时候再找人借钱，谁借呀？是，任季老师现在呢，家庭负担比较重，哎，但是我看他是一个有志气的人啊，啊，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。你说咱家彩虹还不定怎么享人家的福呢？算了吧，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你记不记得，当年你妈怎么跟我妈说的？啊，哎呦，我们家大陆那以后肯定有出息，不是个厂长也是个书记的。我等到你现在了，你出息在哪儿？你什么时候当厂长当书记了啊？行了，这种话你不能信。哎，我跟你混了20多年也就算了，彩虹她跟我不一样，她起点多高啊，我怎么能让我的女儿蹈我的覆辙呢？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就行了，您这一天到晚还少说了吗？啊，您看这家里边里里外外，就您一日说了，我们俩只有听的份儿了。您就，咱别说了啊，咱现在啊，你赶紧给孩子做碗面汤去吧啊，我这也得出车了啊。彩虹，把门开开。彩虹，开门。这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不吃饭不行。季老师要是急用钱的话，就让他先拿去用吧。咱们家还贷款也不用一下子还清，慢慢来呗。彩虹，妈不让你跟季皇在一起，但是你妈还不至于没人性。趁热把面吃了啊，省得一会儿坨了。房子不算乱吧，我也没特别收拾，已经挺干净了，很温馨的，看得出女主人花了不少心思啊。上镜。我老婆有洁癖，没事就爱收拾。啊，我家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房产证没满5年？没。你看，好出手吗？你们这个小区虽然离市中心有点远，但是环境还不错，小学好，中学好，还是挺好出手的啊。前不久我卖了好几套，比如说你们楼上左手那家就是我卖的，广告发出去第二天就卖了。那太好了。啊，我们急着搬家，这价钱上是可以浮动的，希望越快越好。行，我先帮你打广告啊，有人看房我通知你，家里留个人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啊。来来来，送你。好。怎么了？受伤了？哦，没事，我可以上课。哎，等等，上什么课呀？赶快回去休息，好了再来。啊，真的不用，我可以的，没事。哎，你是不是跟彩虹闹别扭了？我们分手了。分手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
我先上课。对了，馆长，能帮我个忙吗？说。您帮我把彩虹的年卡会费，剩余的都退还给他吧。我知道他以后应该不会来上课了。我知道了。谢谢。今天我找了一个中介，他说咱们的房子特别好卖，明天就可以挂牌了。卖房？你合同不是还没到呢吗？再说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？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深圳了吗？这公章都盖好了，都说要快递给我了，这还能有假？那这么着急出手，能卖个好价钱吗？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老姜一定要我去。那我在深圳的工作，你答应我了，会跟老姜谈谈的，他怎么说？我一直把感情在心里封存，怕你要的幸福我不能胜任，所以我习惯用怀疑的口吻提醒自己别陷太深，可偏偏一次次追问记忆越加深，这是一场人情内心的旅程，看着你的眼神不得不承认，有些人值得你奋不顾身，爱是我拥有的最好身份，无需旁人过问，他会给我最安全的后盾，幸福孤独都将变成两人份，不必独自沉沦，因为爱有太多的可能，是否是对的人让时间来验证，哪怕没有结果，至少我们还有过程。幸福孤独都将变成两人份，不必独自沉沦，因为爱没有什么不可能。幸福孤独都将变成倾听我们的心跳声。